它是个喜剧啊。对，就说不算是那种喜剧啊，轻喜剧。嗯，大喜大悲吧，反正是那种、大喜大悲。但是你看完这个戏，王小涛今天四十一，你是会每一个人物你都会从生活当中找到影子。我想的是，这个戏要播出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从这里面找。哎呦，哎，我跟我们家那谁谁，跟我们家那邻居特别像。哎，就他们家这个。哎，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个反馈。嗯，跟刘培一起。嗯，对，演你媳妇儿，培姐。哎呦，他可能喝酒了。哎呦，谁说的？哎，我说的。嗯，照片，这是剧照吗？对。嗯。跟你喝酒了吗？啊，跟你们一块喝酒了吗？喝吧，平时我们都……你平时能喝多少？嗯，不是，就小酌嘛。小酌怡情。嗯，那个刘培有什么缺点没有吗？可多缺点了。缺点就是太能喝了呗，就是。还有啥缺点啊？哎呀，缺点就是对人太好，太热情。你少来这套。你少来这套。太吓人了。太吓人了。来吧，掌声欢迎。掌声欢迎刘培。哎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。别捣乱，不给你们这样的。播不播了？还播不播了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你坐，你这坐。你坐，坐，坐。好，你今天还拿着花来的？哎呀，这两枝花到底给我自己，还给你们？你瞧瞧，来一块分一个。哦，有他的，有我的呢。嗯，别扎手啊。还行，玫瑰有花有刺儿。嗯，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啊。我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。对呀、啊。好像瘦了。瘦了吗？嗯，好像瘦了、嗯、啊。他刚才净说你坏话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就刚才听他说瞎话来着，但是不说实话。这是造谣是不是？没有点造谣，他一直捧你来着，是吗？我就这么诱导他说点坏话。对，因为我用余光发现他上场了，我就花到嘴边有点香。你来之前他唱了半天了，就是一个劲儿喝水的嘛。看，其实之前我们拍电影《三笑》的时候一直在一起啊。这个戏是你俩第一次合作吗？对，第一次。以前没跟他合作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喝酒了吗？现场？没有。还能喝酒？现场戏里喝，还真能喝酒，还能喝点红酒。戏里的，对。喝大了还？现在还喝吗？现在不喝了。啊，现在喝酒精了。谁信呢？鼻子，鼻子。不是，这都得说瞎话吗？其实比较起来，我跟郭强今天是第一次见、啊，我们比较熟，他净听相声去。对对对，德云社演出，他接长不短就去。我学一钢丝。对，哎，我还真没有，哎，我还真没去德云社去听。人家都走西口，我走钢丝。而且有的时候演出，有一次在民族宫，北京民族宫，连座都没有了，他老人家竟然在月池里看了一场戏。哎呦啊！我后来腿疼了一星期，我就第二天我就想，为什么我昨天干嘛了？为什么那么腿疼？他、那个月池啊是有点坡度的，对，然后那个椅子坐那儿吧，我老得就是叫着劲儿这么坐，要不然他就坐地上了，然后就整个看的时候没丝毫没有。容易吗？对啊，容易吗？追星太难了。哎呀呀，诚惶诚恐，你好像半年没听相声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也不理我了，我一看少来这套，你们天天拍戏啊？对，全都在外地。最近拍什么呢？最近刚拍完一个戏叫《下海》。这是一个潜水的戏啊，潜水的戏，我刚上岸，是一个写就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的这么一个戏。多少集啊？谁知道他们剪出来多少集啊？我现在都不相信了。25集也给的钱，剪完48集。你还有更甚者？签合同时候写上点，按最后播出算。对对对对对，但是他也未必你找不着人了。你觉得郭强这人好玩吗？郭强这人好玩儿，他没有自个儿说的，没有自个儿说，问别人。郭强这人挺好的，嗯，好、哦，怎么还得有哎的呀？哎的很有意思嘛。有一个学外语的坐底下，怎么好玩法？对呀，怎么好玩？我觉得他很容易把自个儿就弄得特别嗨啊。谁呀、啊？他自个儿哄自个儿玩的可开心了。好，来，我捧你呢，我这儿。